何人秋子。剑谈笑横，鼓手大为，在这个夏天的夜里，我们回家了。这第一首歌，我想送给我的学弟学妹们，也想把它送给我的师兄们，现在不在长春，在外面为着理想去努力的这些人。这首歌叫做《你会成为你想的那个人》。
究竟属于哪一种人？你说你的心里总有些矛盾，有时又犹豫，不敢不认真。哦，后来听你说你很想念一个人，一个和你从前一模一样的人。你说他是一个你没在意的人，一个见过几次。